我是燕仔啊，今天我们来玩 NC 假面骑士的模组生存。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假面骑士，必须得拥有一个象征了20位平成骑士的道具。哼，没错，就是虫王表盘。不中二了。那么这里我们使用的是 NCBBS 上的一个整合包，里面是自带任务的，右上角是我们剩余的复活次数，打开左上角的魔王之路，这里就有了每个表盘的获取方式。是的，这个就是虫王表盘，也就是本系列的目标。那么领取这个虫王表盘的方式就是先获得新平成的5位老大哥。好了好了，不说那么远了，终究还是要从起源开始。那么一开始领取新手机欧套装的方式是要获取32个工作台，先把奖励箱的东西拿一下。那么想要砍树快一点呢，肯定是需要石虎的，那我们就一边挖山洞造家，一边挖一下石头。因为在这个整合包里是有虚无世界3的怪物，也是很强劲的，所以前期住在山洞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不过最难顶的一点是我没有玩过虚无世界3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走一步是一步嘛。造出石斧后就可以去砍树了，因为这里的树大部分都是4格4格的往上涨的，所以一棵树就可以完成新手任务了。那么除了机欧套装之外，还可以选一个奖励啊，分别是地奇哥的卡片和 Xador 的卡带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是重玩表盘，穿上一套装备后就可以变身了。時空ドライバー ジオー変身ライダータイム仮面ライダージオー。帅是很帅啦，但是现在摸点东西吃啊。不过附近也有很多小鸡，到后期也可以做一个自动烤鸡鸡。哎呦哎呦，打我是吧，再见您嘞。不是，出大问题，快晚上了，我居然忘了坐船，看看附近有没有羊。羊是有啊，但就那几只，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把它们都带回来啊，所以现在马上去挖矿，做一把剪刀，搞定之后就去剪羊毛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天然的矿洞。喂，我要当太空人，爷爷奶奶可高兴了。好了，挖到铁了，反正烧铁也要时间，先去继续挖矿。哎呦呦，我卡面赖打，你都敢打，谁打谁死的。赖打我，赖打我，赖打我。还有这操作，死了之后就刷出店长了。莫慌莫慌，我有远程呢。淡定，现在不是死了之后还有2条命吗？不过讲道理，我们现在是急需食物啊，否则根本不能回血，先回家整理一波。哎呦，很牛是吧，在我家门口堵我，你打得到我吗？不是，出大问题，他手咋那么长，那怪居然还堵在我家门口。没事，让你瞧瞧啥叫手速哈。嘿，进不来吧，想杀呢还想打我，你怕是不知道我手里的是把枪。大家知道哈，这个魔族晚上是特别凶残的，那我刚才还贼自信的说不会死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既然晚上特别恐怖，那我们就从根源上消除。不过听说这个虚无世界3可怕的地方还多着呢，以后应该还会有更多出乎意料的事吧。好了，这里是第一次在 NC 区发视频的新人 UP 主，希望各位 NC 区的大佬多多指导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讲真的，这个魔族确实喵啊！